动物的看病的时候，对，很好，这就很好啊。那个打击杀伤力很强，可是那个攻击性很强。啊，这个就是养猪，就是我们的动物。你可以虚招啊，你可以各种各招式那个研究一下，应用出来啊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打人的你的习惯啊，敢打大碰倒，打一打的你的习惯当成养分啊，那个免疫系统就越来越强了，打一打打一打就行了啊，再给。再点，一分钟，好，来，再，再，杀过来，这边过来，对，有点打头，你不一定打下去头部，可是你中了头痛，打头顶啊，插喉啊，对。松解了，左右边非常练习了，再来，牛逼，再点，好 ，OK。